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还有1分钟开奖啊，最后1分钟了啊。全军出击。谢谢隔壁的小七。我们阵容有点阴间，没有关系，我们无敌就行了。我打个掘墓人。他675滴血，我662滴血，一级学个 W 呢。诺克萨斯即将崛起。小猫咪 ，A 阶 W 妞，谁也别吃啊！你别吃，我也别吃，俺俩都不吃，行不行？这小兵怎么回事？这小兵的视野有问题呀、啊！谢谢猴哥，你看我长吗？哎，一下拉回来，平 A， 平 A。哎，我 W 在左边，怎么回事？这波进塔里边，看他打不打我们。瞅眼他什么天赋，拉回来 A 接 W 外圈刮平 A 一刀，闪现一刀，回血应该死不了。别！也就是没蓝，我操，差十点蓝啊！从不后撤。剑圣给我闪现扣小兵，但是不要在意，哎，不要在意这些小细节。先来个反甲。剑圣可以杀，这波剑圣没有闪，往这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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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A 接 W 溜，没血，他们能跑？你看，这就是落手不好的地方，就是别人只要想跑，你没有疾跑，你就根本你就追不上。比如说你装备特别好，哎，你们家呀就靠你要翻盘，但是别人跑，你追不上，怎么办？哎 ，A 接 W 外圈刮平 A， 平 A 拉回来平 A， 平 A，W，A 接外圈。喂，
喂，我操，有毒影，好毒，有毒，我求内幕。是他有鞋吗？我算的距离刚刚好啊。哎呀，真是难受了。回家吧。铁板鞋了。这波我直接开几发，我都不再跟他磨叽。他们找的就是你，给我蹬回来，平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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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W 外圈滑，平给，平给，你个屁！这波你不可能再抖得掉了，小伙。先插个两个眼儿，这儿插一个，这儿插一个。好，假装走了，眼儿排掉。再排掉，外圈刮平的，平的，拉回来平的 ，A 接 W 溜，外圈刮接一个平的，闪现一刀 ，A 接 W 溜，外圈刮接一个平的，正好去血浓，哎，我们还能吃一手冰，吃一手冰剑，一个塔皮。这我是不是有点无敌？拉回来 A A A 九，算了，我去了。外圈刮，别砍了，别砍了，抓不追不上了。有闪现啊！这样吧，出这两个，这波确实是一点小狼了啊，狼肯定是狼了，狼我们指定是狼了，不过小狼一波，其实我们的优势啊，我们的优势是可以接受的。那武器大师不能在屁股后边打吗？也行吧，打掉了。累得慌。
他传送了。传送的时候带着你老婆吗？你连你媳妇儿都不带，你跑过来？啊，你想怎么死你跟我说一下。平 A 减速外圈刮，平 A 拉回来，你个屁。这人头可不能给，我们身为人头狗在我们面前抢人头，那就是对我们的不尊重。但要我说，这落手的英雄蓝是真不够用。疾跑开起来，拉回来 ，A 接 W 外圈跑，不打了。走位，哎呀，杰斯一看就有闪现，算了，回家了。这英雄蓝咋这么不够用呢？现在。除魔切就罢了，这除魔切就不用了。别跟他打了啊！凌驾一切的战力。挺进 A 接 W 溜走位，平 A 拉回来，外圈刮。哪里来个剑圣？一个屁！我挺进拉回来，平 A 接 W 溜外圈刮，一个屁！平 A 外圈刮，一个屁！一个屁闪现，我一个，哎哎哎，给我洗了个澡啊。刚才那个皮还续上了，挺好。掘墓人在上路要拆美了吗？掘墓人，算了，先去打个红啊。谢谢你的红，大金儿咱就不抢了，小金儿我拿一手，因为我马上升十一。这波看看剑圣到底是在下路是拆还是不拆，拆我们将他拿下，不拆我们就不拿下。好，再见剑圣，我挺进外圈刮，拉回来疾跑开始赛跑，来，哎，一个劈，居然没劈死，可恶。
技能还挺多，大招闪现加惩戒。回家了。这个布甲是为了什么呢？不出了。我感觉我能五杀，但前期我们得等个疾跑加闪现。一，我得有疾跑；二，我得有闪现，否则我无法拿到五杀。来剑上，我挺进，拉回来 ，A 接 W 外圈刮平 A 平 A， 一个平，来挺进拉回来 ，A 接 W 外圈刮一个平平 A。外圈刮一个劈回回血回血，打个红的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n inhibitor. 老板送火箭，谁？谁送火箭？谁敢送火箭？我就想问直播间谁敢送火箭？这掘墓人是无限拆呀，我一看。跟我赛跑，掘墓人啊！挺进 A 接 W 的外圈刮平 A 一个劈！哎呀，没头到，给我追！拉回来一个，打吧溜不劈了，我也没大了，拉倒吧。我挺进 A 加打吧溜，平 A 平 A 拉回来，平 A 平 A 外圈刮。走位了，平 A 疾跑开起来，走位 W 外圈刮平 A 拉回来，平 A 挺进 A 接外圈刮，拉回来 A 接 W 外圈刮平 A， 咋那么多闪现呢？闪